菜脯饭包的记忆，作者拉尼。七十年前，沉底往事，哪会雄雄一嘴饭就带倒转去迄当时的记忆，引起目眶澹澹，一阵鼻头酸。迄当阵，日本人离开台湾要三年，伊也嘛是离开我要三年。毋捌世事的囡仔屁，戆戆食，戆戆大，毋知虾米是无油无鲜，毋知虾米是青米饭，大概是有通食饱，卖肚枵，就满足欢喜。迄、那个善车人当着物资缺乏的年代，1948年八岁入学一年啊，生放屎高房间，戆戆啊啊，跟对老师去街路第一国民学校参加田中镇运动会，记得是第一届米亚边。古纸糊的阿不多，走十外公尺换人走的表演比赛，欢喜到连阿兄阿嫂嘛紧张欢喜。四兄、六兄有来看，甲阮画伊乌。中昼时，记得是二兄。啊，是三兄摕一个饭包，予我食到。迄个饭包无用，饭包壳较底，是用刺竹个夹盒包个饭圆。夹盒要包饭，需要脏车啊切清去，搁用烧水浸互软，才会得包饭圆。迄饭圆是青米饭，淋菜脯油啊，落去炒猪油，已经是香滚滚、滚滚香。迄顿好食的饭包滋味，到今记条条。无意外的主角是大嫂甲二嫂的疼心饭包。用心计较的料理，虽望简单，其实是费心情。一个饭包的白米饭，甲猪油落去炒，已经是一家人一顿的佐料。结果是我孤一人吃了了，想到亲情。想到兄嫂，用尾目屎流，感恩的思念，一个饭包，菜脯炒饭的饭包。今日去溪头散步，行山路，主办小姐为大家准备中昼饭包，想袂到中昼食迄个饭包。敢若食一嘴有菜脯炒饭的滋味，所以把我带回去七十年前的记忆。